以前脫唇毛嘅方式咧，都係用剃刀嘅，因為之前有試過脫用激光脫毛或者係彩光脫毛咧，咁脫完之後上唇都會紅咗大半日啦，咁出街咧就要戴口罩先至可以遮到嘅，而且都比較痛，咁感覺就唔係咁良好啦。Medilase 嘅激光脫唇毛咧，令到我對激光脫毛嘅觀感改觀咗啦。咁因為佢用咗 DCD 嘅冷凍頭噴出負20度嘅冷凍劑，成個過程咧都係只係覺得涼涼地嘅啫，咁一啲都唔痛，而且治療師好細心，咁令到我對服務好有信心。